3万块钱在毛料市场帮粉丝找一条满绿的手镯，到底能不能找到？走去市场。老板，这多少钱呢？开十万。啊，十万？四万？十万。我听成了开四万啊。你认真的吗？开四万。哎，我听着还是四万。十万。掏了，你别开价了，实实在在的嘛，太吓人了。你就满绿的，你要十万。现在带的颜色种水，种水还可以，颜色也挺匀的，就稍稍有那么一点点晶体颗粒感。十万看不到，你要说晶体颗粒感没有，种水再好一点，十万我能看得到，对吧，老板？便宜点嘛，实实在在多少钱嘛？给个实在价，真心要。真心要。谈一谈。3万5。啊？3万5。这才是正常的价格呀，2万嘛。3万5还有点高，你别2万的，2万5嘛，可不可以？差很多，我都一定。你自己看你的货嘛，是不是能卖就卖了嘛？满色的你看嘛。满色，我当然知道满色了，我又不是色盲，这满全绿我还看不到啊。但你说的晶体颗粒感嘛，对不对？稍稍还是有一点点的嘛。几块钱都一闪一闪不灵不灵的，真能扯。哎呀，26000了。3万5真的是很实在的。26800，不能再加了，可不可以？差不多了，我看到价也就差不多这个价了，你给我让一个嘛。好好看，我好好看也就这个价了呀，你开个张嘛。还是有点距离。有人给过价了吗？这镯子给了28000。28000回头价了，不加了。你都那个都已经错过了，你就不要再错过我了啊！再错过我，我跟你说都没人要了。28000了，不加了，行了，老板，行不行？可以是吧？感谢老板。好嘞，过去了啊，下次有好料子还来。这只镯子最终28000给那个姐妹砍下来了，给你们再看一下自然光，是不是浓浓的果绿色，颜色非常的浓郁。起货之后戴上手，绝了，方圆百里之外都能看到你手腕上那一抹绿。走，起货去。Later。 满天果绿，清爽脱俗，上手高贵大气，又不失优雅。